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等。可私聊老师，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手相中天文与人文相交，汇聚于食指和中指中间。这种手纹特征的人性格很好，对待朋友真诚友善，所以他们的人缘通常很好。不仅如此，这样的人还懂得恋爱之道，在今后的生活中能与伴侣相处融洽，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在另一方面，这种手相的人喜欢追求名利，不甘于平凡，这种动力会让他们不断的追求进步，然后收获更多的财富以及成功的事业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